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冰冰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冰冰娱乐现在开始，由孙怡、金瀚领衔主演的《今夕何夕》正在热播当中，讲述了拥有连身的半仙冬月与算无一策的权衡冯熙历经了三世爱恨纠葛，携手阻止战乱的故事。冯熙冬月出狱就上演了一场美女救英雄的戏码。虽然美女就算不出手，男主也能够轻松搞定，但是女主的出场太洒太拉风了。男主呢也是遇事沉着，成竹于胸的人设，男女主颜值爆表，服饰精美 ，CP 感十足，演技自然。没想到偶然点击进来的古装剧竟然还会有三世的设定，不过呢，结局可能会有一些悲伤。从播出的剧情来看，女主是一国的将军，穿越回去呢，只为了阻止一场生灵涂炭的战乱。回到过去之后，她失忆，连自己是谁也不清楚了。但唯一能够想起来的就是她回来的目的，杀陆远同，阻止定远之战。她屡次三番刺杀陆远同，都被冯熙阻止。第一次刺杀竟然还被冯熙反杀，男主果然够霸气，搞事业就是有搞事业的样子。没有想到女主竟然是半仙之体，死而复生。她用冯熙给她取的名字冬月行走于江湖，每一次的刺杀冬月都没有得手，她只能够继续寻找机会伺机而动。她入职太史局，被卷入安侯谋反案，一切的背后主使都是冯熙。冯熙呢，只是想让她到自己的身边来。在虐女主这一块，冯熙还真是不手软，但是救女主这一块呢，冯熙也是当仁不让的。每次冬月刺杀失败被围剿的时候，都是冯熙出手相救，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冯熙的掌控之中，冬月就是那个例外。几番纠葛，冯熙冬月互生情愫，只是冬月一直都不曾真心的信任冯熙，每次坏事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冯熙，转而她又会发现其实冯熙根本就不是她想象的那样坏，她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了解冯熙。但有一点，他们的感情是真的，她也非常纠结他们是否合适呢。冯熙做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冬月实在是难以接受冯熙的做事方法，她独自刺杀陆远同失败了，冯熙为救他而死，他才发现自己是有多么的蠢，为什么不多一点的信任冯熙。这一世他失败了，他再次回到过去，选择相信冯熙。第一世冯熙被他虐得有点惨，感觉冯熙呢就是个背锅侠，做好事不留名，坏事全都算在他头上。这一世冬月心里边早就认定了冯熙，可是冯熙呢却早已经不认得他了。第三世冬月该被冯熙虐了吧，毕竟冯熙外表可是个大奸臣，什么心狠手辣的事情可是都做得出来的，但冯熙呢依旧会对冬月产生感情，这就是宿命，逃不掉。为了完成冬月的心愿，冯熙不惜与陆远同同归于尽，男主真的是美强惨。为了冯熙，冬月第三次回到过去，得知冯熙身份之后呢，帮冯熙母族平反，与冯熙携手扶持明军三皇子继位，打败陆远同，还天下太平。但受时空逆转的影响，冬月生命即将殆尽，冯熙暗中帮冬月续命，被冬月发现了，冬月不告而别，冯熙四处寻觅，直到某天再见风前月下，冬青花开。冯熙冬月三世感情纠葛，每一世都是天人永隔，每一次的遇见都要互虐一番，不是男虐女就是女虐男，甜甜的时光转瞬即逝。之前看过的三世情缘纠葛的剧都被虐到了心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香蜜沉沉烬如霜等等都是三世情缘，结果一个比一个虐，希望今生何夕不要太虐得狠了。请让我们看一部甜甜的剧好吗？求清虐。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冰分娱乐秀。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